位网友们大家好，我是Tony老师。常有人问用电棒卷出来的卷度不满意要怎么办呢？一定要吹直再重新调整吗？现在老师要教大家如何急救已经上了卷度的头发。新手使用电棒做造型呢，可能会觉得做出来的卷度会有一点不自然，其实做过的卷度的头发还是可以重新塑形的，只要运用一点点的技巧呢，它就可以改变了。首先呢，中长发的模特身上呢，因为它的第一层卷度是单一方向向前，这样头发的线条会看起来生硬不自然。这时候我们只要换一个方向调整，我们从顶部区开始，现在是单一方向向后卷，就可以创造出前后两个层次的卷度。这样的效果呢，会比只有单一方向的卷度来得更生动，会让头发更有空气感哦。下次不小心卷坏头发，先不要慌张。学会老师教你的技巧，一定可以让你的卷发更迷人、更有型、更动人。